历史其实是没有办法磨灭的、哦，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的、哦。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呢，呃，那当然我们要熟读历史，我们就是要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局势啊、哦，让我们可以明哲保身吗？还是走出一条呃比较安全的路？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呃这个国际的局势啊、哦，尤其是在美国，那当然牵动台湾的国内的局势。拜登啊、呃，跟川普其实呢，现在看起来两个人可能又要再一次来这个在二零二四哦要争取美国总统的大位，可是现在。 看起来拜登有一些事情哦，对他本身不利，包括他的所谓的这个文件门哦，就是过去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把一些秘密文件带回家。现在有报纸啊哦，引述前克林顿的顾问，这个人叫做迪克莫里斯哦，Morris <coughs> 哦，Morris, 他说这个川普跟拜登虽然都有把文件带回家，呃的这样的不良记录，可是两个人不一样哦。他说川普是把文件当纪念品，可是拜登呢？ 就是哦，把他儿子的重大贿赂的丑闻，直接相关的文件拿走哦、呃，有一点点要毁灭这样子的意图、哦，所以他认为拜登的情节哦，这这个犯罪的情节或是这个呃丑闻的状况哦，情节比较重大。那另外我们看看美国现在的局势怎么样，经济局势怎么样，包括你看到前一阵子好多科技大厂都在砍人，呃，IBM。 IBM 宣布砍三千九百人，g g o o l e 裁员一点二万人，而你也可以看到亚马逊启动第二波的裁员哦，已经在美国的三个州裁员了三千多人。大空大的科技公司在美国还会不会裁员呢？我们看到《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是说，有可能本来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苹果 Apple 也可能。 哦，会难逃厄运，也有裁员的计划。你看到这么多大的公司都在裁员，而且动辄裁员数千人，这恐怕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另外一家公司叫 Intel，Intel 哦，呃，这个标题是这样写的：史诗级崩溃，讲的是哦，它在一个晚上蒸发了两千四百亿。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去年获利减少了六成，所以呢，二十七号前两天他早盘一度哦，在美股暴跌超过十趴。 哦，所以一下子市值就蒸发了这么多，两千四百亿台币。呃，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Intel 的这个呃呃书超微哦，而且这个、M、Microsoft，呃 Microsoft 则稳定委托台积电生产生产超越 Intel 技术的晶片。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哦，包、呃、包括在晶片站，哦、呃，在美国本土的企业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而。 哦，我们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的状况是什么呢？你看到拜登猛打所谓的这个晶片战，可是呢，美国有一些企业现在就发出了一些哀嚎哦，他也为自己的这个呃企业来向美国政府请命吗？哦，我们看到美国的半导体协会哦，他说了，如果少了来自中国客户的资金哦，没有他们的订单，美国半导体的依赖良性循环进行创新，包括你研发还有针对全球市场的大量投资都会打住，因为你钱不进。 来哦，本来是良良性的循环，现在恐怕哦就会被打断了，就会打住了。另外我，我们我们讲了很多在大白话里头，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国债哦已经是这个前所未有的高了，而另外一方面也在打所谓的货币债啊，货币战。包括麦卡锡，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新任的国会议长啊，他将会呃去会晤总统拜登，要商讨。 美国国债的这个所谓违约的事情，要避免它违约。所以，呃，美国国内哦、呃，两党政治现在头痛的是包括在经济上面的议题。可是呢，呃，包括呢，华尔街也发出了警告，他说美国面临二零一一年以来风险最高的债务危机，有没有可能变成经济大萧条呢？好多经济学家、好多媒体也都在发出一些警告。 而另外，我们看到布林肯最近有很多的动作。他最近访问南美洲，寻求推进美洲经济伙伴的关系。在二月份，他同时也会访问中国大陆。巴西总统说：“可以啊，你过来跟我们要谈经济合作。可是你能不能来做一个？” 美洲、南美洲的共同市场呢，就跟中国签订自贸协议哦，他抛出反而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所以呃，你看到世界的这个竞合，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而另外，包括世界货币体系逐渐转向多极化，这是《经济学人》的新的一个报道、哦。因为现在金融哦、呃，国际的金融界哦，包括南美要推共同的货币，而沙国、阿联酋接受人民币买石油，还有俄罗斯联手金砖。 国货哦，这个金砖国的货币互换，像这样子的这个、呃、新闻，最近都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版面。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全球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贸易顺差国联合起义，就是您刚刚看到这些国家，发达国家印钱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包括粮食、工业产品的时代，有可能会终结吗？Bill Gates 说，美国的政治日渐衰落。 我倾向于将中国崛起视为世界巨大的胜利。你看到的，美中还继续对抗吗？来请教亮哥。这比尔盖茨就是最大的以美论者。嗯，这个美美国啊，我用几个数据你就知道啊。这个美元呐、啊，比如对日元，日元从去年的最最低是一百五，现在回升到一百二十九。 它回升了十三 percent 啊，欧元从一点零四回升到零点九二，回升了十一 percent，那人民币从七点三回升到六点八七，回升七 percent，我们台币回升六 percent，嗯哼，全世界的货币相对美国都在升值啊，哦，这个就是你就是报应啊，我现在很喜欢用报应来形容美国，就是，呃，因为有一个 Bill Gates 挡在我前面。 以美论，就是你一天到晚在升息嘛，你有顾及别的国家吗？嗯,嗯哼，那日本为了要捍卫他的日元，我只好卖你的美债嘛，然后就造成他的美债啊，日本连续五个月卖两千四百亿美元，中国连三个月卖了一千七百亿美元，那为什么会这样联动？而且中东为什么也不买了？沙特阿拉伯，因为你，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再用 SWIFT 啊，来对人家做金融制裁啊？ 嗯，所以我的说有两个逻辑同时发生，让美元在市场上被卖空了、啊。第一个就是你升息升过头了嘛，那大家都不认为你今年还能升多少嘛，所以我当然要卖啊。这第二个就人家要避险嘛，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来搞我？嗯哼，所以就包括中国啦、啊、中东啦、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花的啦，就是金砖本来只有五个国家，嗯，那现在南非今年是轮值主席啊，他说今年。 愿意参加金砖的，加原来五个国家，又变成十三个国家。嗯，那这个十三个国家，他们就会开始寻求非美元的共同支付啊。那第一个首选一定是人民币嘛。所以你刚刚又看到那个能源国家也在结盟啊，嗯，比如说俄罗斯啊、中东啦、啊、委内瑞拉啦、埃及啦，人家也是在寻求非美元的共同支付啊。所以我说今年这个叫做总报应啊。 就你今年不管是美元跟美债，你都碰到各种力量。实际上，欧洲跟日本是你的盟友，哎，对啊。为什么日本拼命卖？你搞到人家日元都活不下去了嘛，都跌到一百五了，怎么办呢？嗯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自私自利的结果了。嗯。那这个的效应还在继续发展当中。是是，你不管别人死活。是啊。结果现在报应都来了。是吗？嗯嗯，来，盛元兄，嗯。现在。 基本上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天下大乱就是这个也在改变中，那个也在改变中。可是会走向什么方向？目前有时候还不太确定。但是基本上形势是往好的方向，因为摆脱美元的牵制，很多地方就可能会到处开花。嗯哼。比如刚才经济学院讲的金融三炸雷哈，南美洲要推共同货币，我是不看好。 因为南美洲是 A、B、C 啊，这阿根廷、巴西、智利哈，这个经济结构差异太大。 连欧洲搞个欧元都搞得这个快要摔倒了，这个南美洲搞共同货币我并不看好。再来，沙国阿联接受人民币买石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最大的 buyer 嘛。你当然这个合作，这个只要中国大陆打通了，说你那么多人民币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因为现在人民币用的场合不多嘛。那中国大陆把这一条管道打通，尤其透过香港打通的话，那应该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哈。 再来，这个金砖国家本来底下就有个银行哦，只是外面比较不清楚，且名字取得很怪，什么新银行啊，New New Bank 啊，<laughs> 这家银行哦是专门在做货币互换，那过去表现的角色并不重要，那随着加入的国家越来越重要的，的它可能可以成为清金金砖国家的清算银行，那有的可以局部的。 诶，取代这个纽约清算银行的功能的话，那家他自己建立 Swift 就不是问题，Swift 本身不是问题，清算银行才是问题。嗯、Swift 只是个电报系统而已啊。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正在改变中，但是基本上是往好的写。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两个、三个清算系统的话，会相对的稳定一点。因为至少你美元略微不稳定嘛，哦，那不稳定是你美元自己造成的，就怪不了别人啊。自己裁员了、喔，连 Twitter 都裁员了嘛。对。那其他的更不用说。现在唯一没有裁员就是什么，就 TikTok，就抖音没有裁员。嗯、那在整个这个裁员潮啊，因为。 over 简单讲就 over supply 就就是超额供给嘛？为什么超额供给？就在去年，大家认为就是说疫情来的时候哈，会有太多的这种诶会议啊、云端系统啊，然后大家买了很多的 server 啊，买了很多的 PC 啊。那今年大家不需要买的嘛？过多了，过多了，所以搞得 Intel 这些人哦，广告也没有，各方面也没有，所以变成。 需要一个盘整一整年的时间啊但是不表示从此就会经济大萧条，就我是不同意，不同意，嗯、因为经济大萧条要有结构性因素。大陆会不会经济萧条？不会，欧洲会不会？已经到底了大概调 <laughs> 不到哪里去。日本不会，韩国不会，那美国也有限啊，所以我不担心经济大萧条，哦，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嗯<哼>，但是。 要有很好的成长哦、喔，美国没有，但是今年全世界最亮丽的成长会出现在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啊是，还有印度，那这个三个地方啊会撑住整个经济的盘势，嗯，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经济火车头出现了哦，郑元雄的预测跟很多财经专家的预测是一致的哦，来请教韩冰哥，我觉得这个这个莫里斯讲的还蛮有趣，他说川普只是留作纪念，然后拜登，拜登是因为跟他儿子有关。 川普有这么好，而且他没事留著今天要干什么？他是怎样把那个秘密文件把它裱起来吗？嗯、<laughs> 是这样表示我当过总统，<laughs> <對了 S 2> <laughs> 这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他们两个犯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没什么好讲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帮他说话也说的太过头了。那但是半导体产业或是这种新的科技产业，在今年大家普遍都不看好嘛，所以裁员是很正常的。 那这中间逆势的是台积电最近在增人，嗯，所以又增了好几百个名额，对，那表示台积电比较好吗？其实也未必，因为台积电现在是被世界各国压着，在全世界各地设厂，所以它看起来好像暂时会有一片荣景。可是问题是，整个半导体产业未来至少未来两季看起来是蛮悲观的，所以台积电恐怕也未必会这么好。那这是整个世界的需，刚郑委员已经讲过了，这是整个世界需求量的一个问题嘛，<是 S 1> 所以这个是不变的事实，我觉得。 也不用因为他裁员，大家就觉得很紧张，好像经济末日了。嗯、我觉得没有到这么程度。嗯，那至于说，我觉得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讲的最准，他为什么说这个这个举债上限是闹剧？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给他过嘛。对啊。<laughs> 你怎么可能不给他过？你要让政府直接停摆嘛？嗯、那更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他要是做对冲基金，他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了、啊、所以就好像我们常说，政府告诉你说老健保会破产，根本就是骗人的。嗯、哪个政府敢让他破产？ 你到最后还不是要抑制住，是，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只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经济看起来比较一个明显的态势，就是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再加上美国势力的衰弱，现在世界经济开始有一些些跟美国经济脱钩的现象。嗯，那这个现象如果没有美国没有办法处理好，那未来对整个世世界经济的版图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要讲到什么美国霸主地位消失，甚至中国已经崛起，我认为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还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